妈妈回来了。在吗？哎，妈妈。Hello， 你好，小智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们好，哇，你身材好漂亮啊，谢谢。我请两位阿姨帮忙挑洛伊的衣服，真的，谢谢。那挑什么东西？我要参观一下。好啊，好期待哦，好好奇。啊？这么短，你们说短裤不好、啊？他说在家里穿可以啊，出去不行啊。出去不是不行，跟朋友可以，跟长辈不没礼貌。你要不要试穿看看？现在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比一下给妈妈看呢、啊。好啊，小智可以穿这件，吓我一跳。可以穿这一件 T 恤、啊。对嘞，这个太小了啦。你不可以试穿看看吗？好啊，我去试。今天是职位媳妇买哦。对呀、啊。没有买儿子的。没有没有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帅哥。谢谢。帅哥倒的水特别甜。哪有？我的偶像哎，我从小看你看到大，我从小看你看到大。妈妈，你笑啥？你笑什么？我怎么这个样子？妈妈从年轻的时候也看我到大、啊，就是这样，也是啊。我是说，我从你小，我看你看到大。怎么试穿那么久？怎么？你要不要去帮他穿？我正想，正想要去帮他看看吗？你看妈妈，妈妈很紧张哎。哎、啊，很好看啊，太漂亮了，很好看啊。哇，你看，来，你看，走一下台步，走一下台步，从那边走过来。从哪里？那边啊，就都可以啊。你要跟他作业？会配乐，会配乐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害羞，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很漂亮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他讲真话哦，很漂亮啊。嗯，那我就安心。嗯，好看，好看，这个让我想到妈妈。嗯，妈妈喜欢花花的，对对对对，你的裤子都花花的。对，因为我叫林金花，所以我喜欢花。花。是啊，谢谢妈妈。嗯，头发短一点好看。嗯 ，OK。嗯，哎，你不是说下午？对啊，下午、啊、想说带你去淡水走一走看一看。好啊，对啊，志兴都去过，你没有去过？我没有去过，我想去看一下，去找一些小时候的回忆回来。OK OK， 好。对啊，那没问题。然后、我等一下有事情，我就先离开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刚好我有事，下一次。OK, okay.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一下。OK， 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啊，我先离开。好好好，拜拜。